宝宝你好，你和妈妈今天好吗？宝宝，今天舒服不舒服啊？宝宝，高兴吗？宝宝，啊，今天爸爸来带你和妈妈一起到超市里转一转啊。现在面前这个专柜呢，是卖洗头水的、洗发水的、护发素的。宝宝看到了吗？这瓶子有几种颜色呀？宝宝能分清出来吗？瓶子有白色的，有蓝色的，有深蓝色的，有绿色的，有紫色的，还有红色的。实际上瓶子不是红色的，是里头的液体是红色的。宝宝，什么是液体你知道吗？液体就是可以流动的一种状态。宝宝，为什么是液体的呢？不是固体的呢？对了，洗头的时候要把液体的东西放到头发上去搓才可以洗掉，如果是固体的话就没有办法放到头上去搓，懂了吗宝宝？啊宝宝，我们看看这个一沓本子是什么呢？啊，这是一个优惠券啊，就是买了一些东西就可以6月6号某种东西是免费的啊，这是一个优惠券，买多送，买多的话就送，白送了。啊，这里不仅有洗发水、洗发液，还有洗手液呢，东西很多。这还有这还有摩丝就是固定头发的，固定头发，洗了头以后要把头发固定住，就是特别是梳了头以后，要把发型固定在这个头上，就要用摩丝。摩丝用的时候很简单，用手去喷了，用瓶子一喷，喷一些在头发上，然后再用梳子一梳，头发就定型了。宝宝看到了吗？好，对面是卖肉的，我们不看，今天不看肉啊，今天主要是看看这个。这边是卫生巾，我们不多看了啊，宝宝。好，这呢是宝宝的卫生巾了，宝宝的尿布了，看到了吗？这个头上有一个宝宝。宝宝的尿布，84片17.99块。Pampers 是一个品牌，有孩子的尿布，看到了吗？宝宝，这个很多尿布了，都在这里，看到了吧，宝宝？啊，宝宝，看看这个头上画的这个宝宝可爱吗？这个宝宝，望着他妈妈呢，你看，这个宝宝也是望着他妈妈呢。宝宝以后是不是也要望着妈妈呢？是啊，肯定是要望着妈妈，因为什么呢？妈妈生你养你多不容易啊，是不是？以后要听妈妈的话，听到了没有，宝宝？宝宝，听到了吗？听到的话，活动一下身体好吗？别一天不动，在妈妈的肚肚里你也要动一动，活动活动。转转身体，运动运动，运动一下身体才好，懂吗，宝宝？啊，这个运动的时候呢，要讲究节律，要有按照规律的运动，不然妈妈肚肚会痛的，知道吗，宝宝？动的时候动作要轻柔，要柔和。宝宝，什么是轻柔柔和？你懂吗？轻柔柔和的意思就是说动起来很慢，非常柔和，这样的话不会让妈妈的肚子痛。你如果猛地动一下的话，妈妈肚子可能就会抽一下的，会痛的，知道吗，宝宝？你爱妈妈吗？爱妈妈你就按照爸爸教的方法去动，不要动太快了，看到了吧，宝宝？我们再看看这是什么的？哦，这个专柜，这个国人根本不买，这是身体上的除臭剂，主要是腋窝呀一些地方比较容易发臭的地方。洋人呢就会买回去擦在腋窝底下，在运动之前就会用一点，因为洋人的汗腺特别发达，不用这个臭气熏天。国人就是汗腺也没有这样发达，所以根本没有必要用，懂了吗？好，这是什么呢？哦，这是剃毛的刮子、刷子、剃须刀、剃毛刀。这个产品呢就放在这里了。再看看这是什么？哦，这全是洗手液了，各种各样的洗手液放在这里。洗手液就是液体肥皂了，用上去还是有一点香气的。比方说这个品牌的洗手液，
就是西瓜味的，洗完以后手上有一股西瓜的味道。宝宝以后肯定也爱吃西瓜了，西瓜可好吃了，西瓜的味道也特别香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先转到这里，跟宝宝和妈妈说再见了。